是方条分期永久保持方条分了吗的
停车场新沿路，接运超前空间出发咯。这边就是中山五眼路，前往成功前往新城新沿路。台北医院，台北医院，台北医院。往复兴路口，五年复兴路口，今年复兴新市转乘。下一站，捷运顺福站，客运顶号站，客运三号站，MRT。
心情不休闲。请乘客坐稳定，系上安全带。